聊天时，男人总是说这样的话题，说明他很想你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没有经历过感情的人，永远都无法明白痴情男女的酸甜苦辣，无法明白他们的分分合合。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在遇到自己在意的人以后，都会心甘情愿地付出很多东西。只要用了心，就没人可以在一段感情里全身而退。在这样的一段感情里，男人总是害怕女人感觉不到自己的爱。女人总是害怕男人不够爱自己，所以感情里的两个人都在想方设法地向对方传达自己的在乎和想念。可男女之间思维的差异，常常导致两个人的想法不在一个频率。其实女人应该要明白一件事情，有些事情根本无需刻意地去试探，男人是不是爱你，有没有想你，从他和你在一起聊天时的话题里就能明确地感觉出来。因为在乎，所以处心积虑；因为在乎，所以小心翼翼。因为在乎，所以有所顾忌。在在乎的女人面前，男人总是找各种各样的话题，通过聊天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，同时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。深爱的人也同样的深爱着自己，这大概是每个男人都想追求的爱情吧。其实男人付出的感情并不比女人少，只是他不善于表达罢了。他会对一个女人爱到入骨，他也会对一个女人有一日不见兮思之如狂的想念。所以女人不要总觉得你一个人在演独角戏。即使你爱着的那个男人同样深爱着你，在你不在他身边时，他也会深深思念着你。你要知道，聊天时，男人总是说这样的话题，说明他很想你，总是问你什么时候能够去他身边。男人想女人的时候，他往往不会直接和女人说我想你，而是在聊天的时候对女人旁敲侧击，想要知道女人什么时候能够去他的身边陪伴他，让他能够每天都看见。所以女人仔细地去感受男人的深情，若他一遍又一遍地问你什么时候去他那里，不要觉得他很烦人，是在逼你做决定。你要知道的是，就是因为太过想念你，所以男人才会想要你快点去他的身边，总是问你明天的行程。人间匆忙，就算确定了关系，但其实两个人并不能够一直在一起。你们会有各自需要做的事情，有各自的事业和生活要去经营，所以你们两个总会有很多分离的时候。其实男人在想你的时候，他不会直接言明，而是在和你聊天时，总会和你聊明天的行程这些话题，在了解以后，考虑他自己的计划，在你们两个人都空闲的时候，去你的身边缓解自己的思念之情。总是问你身边有什么人，男人不是女人眼里的冷酷无情，他也会在乎自己爱的人，也会思念自己的爱人，甚至他也会患得患失，疑神疑鬼。当他没办法和你在一起，每天都陪着你的时候，他会疯狂地想念你，但是往往他不会直接地表达他对你的心思。而是问你身边有什么人，来确定你会不会孤独，会不会一个人不安全，还有你是不是依然属于他。因为思念着心里的爱人，身边的一切都引不起男人的兴趣，只有你在他的身边时，他才会觉得开心。男人不会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情，可是在聊天时，他很多话题中都蕴含着对你浓浓的思念，而你要做的只是去发现而已。